这个开场舞希望大家喜欢，然后那个管理非常抱歉啊，由于那个时间太紧张了，我那个来不及用小黑板写那个衣服跟歌曲了，真的是没有时间了。然后我就用口述给你们大家说一下下一套衣服好吧，就是下一套衣服呢就是一个那个有一个黑色的一字领的裙子，还有一个是一个天蓝色的上衣的那种挂脖的吊带的那种，看你们选哪一个。一是裙子，二是那个吊带的那个小衣服，选一个。我们的大叔选的是一啊，有点就是大家都想是二是吧，但恭喜我们的这位宝贝啊，下一套还是裙子啊。不过没事，如果说喜欢宝宝的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跟直播通知，一会儿咱们回家给你穿那一套也行是吧，小哥哥们对不对，我知道你们都说出去砍了，不要这个样子嘛。大家好好的啊，这个不行，咱们一会儿这个对吧，咱们一会儿就回直播间穿啊，然后咱们跳第二个舞蹈，
第二个舞蹈呢是一个非常性感的舞蹈，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谢谢。Stop me now, try me. 나에게 원해 모두가 바보처럼 왜 너만 몰라.